謝，新年快樂！攞獎會唔會有種圓夢嘅感覺？有種放下心頭大石嘅感覺，因為我覺得攞獎對我嚟講最緊張嘅 moment 就係 speech 同埋表演，咁所以完咗咧，我好興奮，轉頭可以過翻去同我嘅 co 一齊坐。但新人金獎你都係大嘅，覺得自己都贏。梗冇啦，唔會咁諗嘅。但係我贏上次攞咗新城之後咧，我係個人係覺得原來攞獎嘅感覺係咁嘅，因為我嗰一個係我第一個自己 solo 嘅獎。咁跟住之後，因為緊張，因為個 speech 真係令到好緊張。跟住之後，我都即刻同大榮講如果我真係攞獎嘅話，我有冇啲咩 speech 準備㗎？跟住琴日都自己即刻寫低嗰個貓紙啦。咁上次咧，我張貓紙咧就寫咗 B B 手掌咁細，咁我自己都睇唔到。咁所以今次咧，我就寫張大啲嘅。有事無事我就喺電話度 drop 低㗎啦。咁所以純粹琴晚係用咗半個鐘 drop 落張紙度啫，係。有冇漏咗邊一個未多謝先？原來係自己啊！因為頭先梁子喺後台訪問翻我嘅時候，佢話：我就係想你講翻自己咁樣。跟住係咯，即係多謝自己啦，今年咁努力啦。咁另外就希望，我就話希望我之後嘅好奇心唔會有一絲嘅減弱咯。咁因為我覺得好奇心同埋興趣係對作品最大嘅一個 inspiration 嚟。頭先咧目標啊！目標就第一就一定係同 Kora 開到演唱會啦，第二就係希望可以去旅行，想去個長啲嘅旅行。不過就應該會搞掂埋手頭上嘅嘢啦。跟住因為我覺得去旅行咧係一個放鬆之餘咧，我可以擴大啲自己個腦袋啊。咁我可以做多啲唔同嘅範疇，或者講多啲唔同嘅意思分享喺作品入面分享。係，緊未啊？未嘅，未嘅，就嚟嘅，計劃緊。自己可能，因為我覺得對上一次 solo trip 係我2023年其中一個我會最 highlight 嘅活動，係咯活動，因為真係學咗好多嘢，同埋一個 trip 可以成長好多，咁所以我就都幾期待自己再去旅行。好多啊，但係雙子座睇 mood 嘅，即係睇下。即係睇下到時，即係可能例如嗰個國家可能有特別嘅節日，咁我可能嗰個時候又會去咁樣咯。不過我想去歐洲咯，嚟緊係。咁頭先咧，阿朱芬咧就話啦，你係好想喺頒獎禮之後啲慶功嗰度同唔同嘅人交流，有冇邊啲歌手你係自己最想同佢有交流或者合作㗎？合作就每一個都想嘅，但係交流咧，我都係好睇嗰陣時嘅狀態，因為我覺得有陣時你即係我其實都係有我係 I 嘅人嚟嘅，咁但係去到你成個人 warm up 咗成晚咧，其實夜晚嗰啲慶功 party 係容易啲講嘢嘅，咁所以我就覺得嗰啲時候唔講咧就冇時候我會肯講啦，咁所以我希望今日睇下邊個喺我隔離，我就鼓起勇氣同佢傾下偈咁樣。可以啊，可以噶，我請佢哋食華語傑，請全 crew 食華語傑耶，飲湯。係佢哋要求想食飯團嘅，唔係，係我自己中意食。我都好想有機會，因為我哋咧其實我哋之前有講過，希望我哋成 crew 連埋裝髮服嘅團隊咧去船 P， 講咗兩年都未有，因為要成個梳化服團隊加埋 Cola 放假係難到黐線嘅，咁但係希望今年做到啦，希望今年夏天做到啦。你請噶咯嘛，一齊夾啦，船好船真係有啲，有冇可能睇到泳裝？船 P 啊，工作人員可能睇到嘅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